看这小菠萝，甜滋滋的，漂亮。尝尝好不好吃？香，不涩吧？很甜。不涩口吧？不涩。你尝一块。不涩。不涩。嗯。咱们冰点水果，一会儿吃冰水果，太幸福了。你正好学习一会儿。还是要抓紧的啊，嗯，对吧？对。最近又不上不了课，主要是。就上网课是吧？对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正常的那种上课。把那米粉放在抽屉里，乖乖。来。漂亮，我们的果盘，薄荷、百香果，我来做个水。哇，把这水给我，太香了。要搞一点点蜜不？可以啊，好香啊。嗯，够了吗？我觉得够了，不要太甜，太甜吧？对。这个真是绝了会，嘿，漂亮啊，完美了，哇哦，哎呀，有了冰冰的饮料，百香果蜂蜜薄荷水，和一个果盘，咱晚上吃什么呀？晚上，今天没客人的话，我们自己的话。